当初佟丽娅在节目上爆出两人恋情的时候，陈思诚就一脸惊愕不知所措。对比佟丽娅的一脸激动，陈思诚反倒一副尴尬的样子。看来佟丽娅打了个陈思诚措手不及。而这么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早在之前杨幂就友情提示过佟丽娅，陈思诚的为人绝对有必要这么做。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当时的丫丫有点可怜，但是圈儿反倒觉得是她赢了。没有这个操作，估计两人还不会走进婚姻的殿堂。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。看得出来佟丽娅是个果断敢做的人，陈思诚卡着8:08发文，连官宣离婚都要卡着佟丽娅的生日，真是让人意外。佟丽娅这边也同时发博，人间值得，未来可期。此次感觉像是佟丽娅占了主导权，两人的操作完全就是安排好的节奏，不得不让人怀疑是不是财产分清楚了才官宣呢。都知道明星夫妻之间存在很多利益关系，还有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，所以他们离婚一般都不会事先声张，就像冯绍峰和赵丽颖一样，都是处理好两人相关联的财产才向大众公布。而他们两人这几年离婚的传闻都没断过，也一直被大众盼着离婚。此次离婚大家都一致的祝福佟丽娅。回忆之前婚礼上，陈思诚还宣誓结婚就不会离婚，老婆只有这一个，现在简直是啪啪打脸。陈思诚在婚后的绯闻就没有断过，各种桃色新闻满天飞。在佟丽娅怀孕的时候，还被知名狗仔爆料深夜与两位女子在她的总统套共处一整晚，之后更是有多个网友称陈思诚曾与多名女子暧昧不清。面对记者质问的时候，他却表示成功人士的动力就是漂亮的女人，并且说欲望是不可回避的。你会发现很多成功人士，他们一开始成功的动力都是来自于女人，他们希望有拥有更多的女人，漂亮的女人，这是欲望。我觉得欲望是不可回避的。在他这里好像出轨就是天性使然，而他对婚姻的观点和言论更是让人诧异。可能对他来说真的是老婆只有一个，女人却可以有很多，想必他的看法应该是大多数男人的想法。但他的癖好才是更加雷人，自己曾说过喜欢佟丽娅是因为她身上有一种气味，不小心在丫丫身上烫了个烟疤，竟然说觉得挺有意思，这怕了怕了，真的让圈汗颜。不过这些绯闻显然对他的影响并没有很大，而且佟丽娅本人还亲自发文为他澄清。当时很多人都对丫丫打抱不平，但是他选择了沉默，在节目里还被人当着陈思诚的面问起对出轨这件事的看法，他只是尴尬地回答道回家就好，但是随后就在朋友圈晒出自己抱儿子的照片，并配文重新开始，丫丫加油。在这之后，两人的离婚传闻就甚嚣尘上。虽然两人之间很少互动，但是陈思诚在这件事上从来没有停止过，每年的8月8号都会在0点准时为佟丽娅发布庆生祝福，这一点也似乎打破了离婚的传言。但是看得出来情意绵绵的话变少了，称呼也从老婆变成了朵朵妈妈，看来两人的关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改变。佟丽娅也慢慢着重发展自己的事业，不止不断拍戏，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。从回家就好到天下老娘最美，佟丽娅用了9年的时间。从刚刚宣布完离婚的陈思诚被拍到昨晚与黄晓明一起喝酒到凌晨，后又带着神秘女子进了酒店，到今早都没有出来，只能说他真的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网友们的恭喜佟丽娅，这不得不让圈有点担心黄晓明。不过有网友在之前爆料，早在2020年1月的时候，两人就签了离婚协议，虽然住在同一个小区，但是两人已经不再互相见面，当时就已经在协商离婚后财产分割的问题。之所以没有公开，是因为陈思诚签了对赌协议，不能轻易脱身，更不能用离婚来损伤对方的形象。虽然这个爆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动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承认。随后工作室还进行了辟谣，于是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据查，两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商业关联，显然官宣离婚是时机已经足够成熟了，而孩子则归佟丽娅抚养。两人最后一次同框是在2月底的微博之夜，当时佟丽娅的边上不是陈思诚，但是他还专门坐到了佟丽娅的旁边，恐怕也是不想招来外界的质疑。不过两人给大家的感觉更像是朋友，想来当时两人就应该已经离婚了，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，所以在没公布前还是要在大众面前做做样子。不得不说他俩的架势像极了当年的文章与马伊琍。早年间马伊琍自称是不能接受出轨，但是在文章的事情后，他说了一句且行且珍惜，选择原谅文章。
虽然两人后来和好如初，但是有了瑕疵的感情肯定回不到从前，最后两人也是以无法沟通离婚收场。这件事情之后，马伊琍再谈到婚姻观已然大变，她觉得婚姻是责任，但是很难保证永远相爱。不过她的这番话也被网友们嘲讽是在挽回自尊。尽管佟丽娅也选择了原谅，但是两人慢慢产生隔阂，婚姻就再也很难维持下去。庆幸的是，他们两个现在都发展的还不错。虽然马伊琍的奶茶事件还没有结果，但是这件事儿也给不少明星们提了个醒儿。娱乐圈的他们是应该好好沉淀一下的。对于婚姻感情，全儿觉得动心是一种本能，但忠诚是一种选择，所以要珍惜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人。希望分开后，佟丽娅能够调整心态，重新开始，结束一段错误的婚姻，真的值得恭喜。对此，观众老爷们有什么看法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和圈一起唠唠那些事儿。理性吃瓜，幸福你我他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